新北市一名毒贩呢，最近他把放在衣柜里面很久的短裤拿出来穿，但是他忘了先前呢，他吸食完毒品之后，随手就把夹链袋放进口袋里面。好，刚好他开车出门，违停买便当又买尿布，就遭到警方察觉有异。当时这名女子是坦然的翻开自己的口袋给警察来检查，结果当场掉出两包安非他命，让他自己也惊呆了。啊，你怎么还没去对？你停这边，来来来来。面对警察就结巴，眼前这名蓝色毛衣女子神情显得格外慌张。她违停买便当又买尿布，让警方觉得怪怪的。一节小小包包，用那么多东西哦。哎，那是一个观世音，小心。观世音，看这个，看看。随身携带神像求波比，但是神明不保佑违法之人，口袋里搜出违禁品，让他自己也惊呆了。拉给你看，这边拿起来一下，这边来，哎，拿去包啊，啊。女子瞬间石化，一动也不动，盯着自己的手。她如此坦然地翻开口袋受检，没想到竟然掉出一包安非他命。忘记这个陈大袋，那个塞那么里面，你也忘记啊？在口袋里面。对呀，忘记了。原来之前冬天这条短裤已经放在衣柜很久没穿了，这几天回温才拿出来，但早就忘记之前吸食完毒品，随手将小夹链袋放进口袋。这天没注意看就穿出门，没想到刚好遇到警察。女子为了向民警表示啊，自己没有携带违禁品，啊，主动下车啊，把包包啊摊给民警看，啊，就在拉出啊短裤啊走后口袋啊。赫然出现两包疑似毒品夹链袋，毒品放太久，放到忘记，以为躲过查缉，但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尽管再小心翼翼，犯法终究会被逮。就这么的。